말이에요. 선생님. 특히 이게 그립방가. 이게 뭔가 갖고 좋아. 我 가면 쫓겨나요. 安平乡啊，还是你敢无想要知？你敢无用法呢？而且从那去，刚刚我有看到，个快门不在了了上。这个膨胀啊，他真正巧了。不管你多少发了，这个别中上港口是无人是运气。其实膨胀相对危机，可是你应该安排一下嘛，给你膨胀。我讲来。我绝对不会做，来去今天，快要去逍遥好过。你要是不准你出门。 我给背后的放心他嘛，你放心你就。放心，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。你们哪里有？你们哪里有？我是小姑，我是小姑。小姑，明天咱妈都要上班，想都叫我去厂里妈等来，不然先挂出去。要不的话，等张一平有办公先，先别来好些，什么出来办即可。不管是我们不要送掉，带回去。我多几条我一定来通，那请你回走。 我只要用讲的来讲就行。你话你啦，我一时时间，我绝对同意，我得交代。帮到进前，帮你去见他去。前提说别，你严于同桌，卖家想要杀手别人就杀，就杀他好，天性的，我交代这少年仔家你有事办得成。我证明讲，领导还是我害死。你跪下。不要打电话。 这个女儿跟凤娘是有关的，只要有枪支的机会，我都没空。如果时间无你交代，我太过这条命，你也说得。李兄，那今天够不够？我今天没提醒。一条过你的电话，奉献一下照片。 永远是无望，何必来再想打点破窗？暗夜，暗夜光落，送阮的。